第三十题，如佳佳做某次实验的成像欲得比原物体大的导力实像，则 A 的大小范围应为下列何者？我们晓得放在凸透镜的焦点跟两倍焦距间的时候，会成为一个放大导力实像。从刚才的第29题，我们知道我们的焦距呢是15公分，所以它的范围就在15到30公分之间。所以呢，第30题问我们说，则 A 的大小范围应为下列何者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它要比30公分小，但是要比15公分大，30公分大于 A， 大于15公分。